本座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你从水云天掠走，把他给我放下。从今以后你都要和本座在一起。虞书欣、王鹤棣两人主演陆剧《苍兰诀》，戏里爱得轰轰烈烈。我只知道，我爱东方青苍，这就够了。小兰花，这种唯美剧情让观众看得入迷，跌到剧坑里头。大家更把虞书欣、王鹤棣两人称作地心引力 CP。我从小不被人疼爱，我也不知如何爱人。难免是有你的用心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。还有这部《星汉灿烂》，乌泪与赵露思则是无路可逃。近年陆剧都会打造各种 CP， 除了圈剧粉，还有 CP 粉，也算一种行销方式。只是也许未来恐怕会越来越少，因为陆网最近就流传广电总局将有新规定，像是网路剧除了甜宠妖魔鬼怪数量要降低之外，还不可以引导 CP 营销。明明与你相识了才三个月，却好像已经相识了三万年。即便是网传还没被证实，但网友们超怒，直呼要不要干脆拍历史课本。只是会有这规定，或许有迹可循，因为《苍兰诀》虞书欣最近火速与王鹤棣拆伙，准备宣传另部戏。把脸缠住了，我帮我来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好了，新戏两个人的小森林和张彬彬营造出的新 CP 感就让不少人心碎，甚至气到大骂虞书欣无缝接轨双面人，观众太入戏，可见 CP 行销影响力之大。 TVB 的新闻庄启源巡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